今天上午，那局举行撤地设市挂牌仪式，区党委常委、统战部部长蛋科出席仪式并揭牌。蛋科首先代表区党委政府对那局撤地设市表示热烈祝贺。他指出，撤地设市是党中央、国务院和区党委政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建设现代化那曲而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，标志着那曲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。蛋科希望那曲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，继承弘扬老西藏精神、两路精神和那曲精神，抓住撤地设市的大好机遇，绵绵用力，久久为功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让党中央和区党委的各项决策部署在藏北大地落地生根、开花结果，奋力谱写新时代那曲发展的新篇章。